官一来电话他就会断，这 bug 也解决不了啊。镜头反了是吧？反了吗？没反啊，这不正的吗？哎，这不正的是吧？啊，来啊，那天呢啊，还有周明啊，那天呢12月6号晚上呢，我应该是因为球队都已经放假了，11月3号打完足协杯的决赛，球队啊就放假了，放假了呢，他不像现在有钱，说去个迪拜呀、马尔代夫啊、塞班呐、什么什么什么普吉岛啊、西圭普啊、什么夏威夷啊、洛杉矶啊、迈阿密啊，是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那个时候呢。那96年也刚挣点钱，还不兴啊出国旅游，所以队员呢基本上都在北京，都在北京呢，就跟呢住校啊住惯了似的，也不愿意回家，偶尔回家待待，然后还回来，回到哪儿呢？就回到国安队这个那小白楼啊，那宿舍里边。然后呢，冬天没事呢，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反正那时候也没有工作了嘛，基本上就属于玩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天晚上我记得我是住在了国安队啊，我是住在了国安队那宿舍里边，应该跟这个邓乐军是住在一个房间。然后呢，第二天早晨说这个去五四大街，五四书店去做这个首发室去，然后我们就开车就去了。好像比方说是10点开始，我们9点半左右呢开着车啊到了那个五四大街。就忽然间发现这前面怎么这么多人呢，交通完全堵塞，我说完了，肯定是出事了。这时候呢周宁开着车，然后呢我坐在旁边，然后呢然后就说我这不对，不是他开的车，他没车，当时我有车，是我开的车，96年是租的节目组的一个桑塔纳，因为我是97年4月买的车，节目组租的桑塔纳白色，然后呢他坐我旁边，他说哎呦老董，这不是都来买你书的吧？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之前那一个礼拜啊，赵忠祥老师刚在这五四书店说做了签名售书，这首发式啊300来人已经够多的了啊，岁月随想，没事去网上搜去啊，我说不可能都找我的。这时候忽然间发现不对啊，还确确实实是都是来买这书的。有多少人呢？我要说现在要吹吧，你一定会说我在吹，对吧？我呢因为路过的一个中国少年报的一个摄影记者把当时那场面呢给摄影拍下来了啊，这照片呢我有啊，说要不信的，说认为我吹牛逼的，不信的别着急，等这节目完了我把那照片给你放上去。有多少人呢？3500-4000人以上啊，就把那大街啊堵的是水泄不通。我们把车停好了，人一看，哎呀，国安队的周宁、谢朝阳、魏克星、胡建平、南方，哎呀，杨晨，哎，就这个状态啊，我们就嘎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开始这个签名。人呢太多了，他没法把人放进来，怎么办呢？就把那铁栅栏门啊。就开的也就啊不到1米高，人呢得钻进来，20个20个往里放，啊就没办法，要不然你这一门一打开之后，人乌泱一下楼就倒了啊。然后就这样，我们挨排的给签名，正在这时候，警察来了，啊，东城分局的，啊，管片派出所的，防暴队的，武警、消防、联防全来了。告诉说什么呢？这出事儿了，有人呢打电话给市政府的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办公，就是那种叫办公电话投诉，说是交通给堵塞了啊，说这边有不知道搞什么邪门歪道的活动啊，结果咔了人来了之后就开始骂那个五四书店那店长，说你是干嘛的？你们这个就非法的，这是怎么着的？你这就堵塞什么的？你们申报了没有？后来那个店长说我们申报了是吗？把那单子拿来
把单子给拿来了，说定于12月7号上午10点在五四书店举行什么什么董路的首发式啊。说你看看这个什么意思？预计参加人数300人，结果来了10倍的人，当场就把这书店就给捋了，然后停止，不能签了，不能签了，然后那个把那门咵给拉上了。在那现场开办公会啊，我已经被有点，我已经被弄得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就开始研究，爸爸地图一拿上来，突围啊，警车啊拉着他从这个方向走，你坐这个车，你们仨从这个车从这个方向走，拉到距离这儿2公里的一个地方停下来，疏散人群，然后什么时候回来再说。就这样门一开，我们跟着警察啊鱼贯而出。那时候群情激昂了，已经开始骂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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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骗子，就骂我们。因为什么？人家来大老远的，有很多凌晨4点多从远郊县来的啊。然后呢我们就坐上了这警车，那是人生第一次坐警车啊，呜就开走了，给我们拉到另外一个地儿，一个消防队，然后把我们卸下来。谢来说你们再等着吧，什么时候那边人散了你们再回去。我们就在这等着，过了得有2个多小时，说散了啊，人都给就是给发通告，赶紧发通告说因什么原因啊，这首发式啊给这个终止了啊，择日找一个什么更宽敞的地方再给大家什么签名售书。这人就走了，完了疏散。2个多小时以后，当我们回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特别牛啊，一个队员的车带给扎了啊，车带瘪了。我那辆桑塔纳呢，贴满了纸条啊，贴满了纸条，上面基本上就是比较文明的，是董路大骗子啊，臭不要脸，拉裤兜子可能也有啊，还有更多的是傻逼，董路傻逼。骗人啊。然后那个车呀，就是这个被划的，反正也是够呛啊。然后我把那个字条大概齐给撕吧，有的时候也因为它这贴的还很严实，这大部分都能撕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也没带胶水，基本上都是一抹吐沫吧就粘上去了啊。然后我就开始走了。走的时候我想呢，说哎呦，这个玻璃啊有点污，我说啊弄点水，我说滋滋，怎么弄不出来了。后来我发现拿那个口香糖啊把那个滋水那个眼儿给堵死了，给堵死了啊。这是一个插曲啊，就这本书呢，有朋友说今天呢从网上说去找去了，最便宜的卖5块，最贵的卖409。没什么意思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无非就是记录我那一年啊，我这个跟国安队的这个然后征战的这个日记什么的啊等等。我今天呢就是正好呢看到这个，我觉得有感而发。为什么？那是整整20年前。要说北京国安，我觉得今年11月3号应该搞个活动。为什么？96年的11月3号，那是北京国安历史上第一个职业联赛以后第一个冠军，足协杯冠军，20周年啊。我给这个相关的这个经媒啊提供一个新闻线索，10月3号做一个好吧。因为这些年也没怎么夺冠军，这个第一个冠军啊，足协杯冠军，那也是冠军啊，对不对？96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当时的这个金志扬那个准备会的实录啊，我重新看了一遍，我就有感而发。因为那里边的很多的语言呢是那个时代的背景，比方说今天就我们这些同志首发，这些同志，那时候老金呢管队员叫同志，明白吗？叫同志啊，同志年间啊。然后呢当时呢也有国安队的这个现状，还有这个山东鲁能泰山，那时候不叫鲁能啊，山东泰山队的泰山将军，还是将军济南泰山，反正那个情况。然后我把它贴出来之后，有的人呢看完之后啊，他挺细心的。他说怎么
一个是金指导这个动员确实可以啊，这金指导动员确实可以。有的呢也从技术战术角度来讲，哎，说金指怎么布置这防守布置的比较含糊，因为什么？因为我是靠录音整理的，没差一个字儿啊，没有差一个字儿，就准备会说的是什么，那就是什么。然后这个留言这朋友说，好像金指导当时对防守的部署啊，不是说很就有点含糊。我觉得这哥们儿啊，说到了坎节上，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二十年前，坦白讲，真的没有整体防守的概念。换句话说啊，以北京国安当年的那样的一个什么曹宪东、高峰、谢峰，然后这个叫高洪波是吧？邓乐军，然后韩旭、什么谢朝阳、吕军、胡建平等等，就依这个整体的这个能力啊，96年再包括那个外援啊，包括这个外援当然不多，那时候就第一个外援叫林德诺迪诺啊，迪诺第一个外援是一个泰国经纪人给弄来的，$4000啊，转会费$4000啊，就给弄来。但是那时候美金挺值钱的啊，那时候美金值钱。也就是说什么呢？那个年代假如说金指导有这个整体防守的概念，北京国安95、96包括97、98年四年至少拿两个冠军，联赛冠军。真的，我不是说我在这儿说我当年是国安队随队记者，我在这儿吹，真不是。就他的攻击力是绝对有的，你回去去查一查啊，你去查一查国安队的攻击，但是防守不行。为什么？还是说那个时候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没有接收到这个先进的世界先进的足球的这种整体防守的概念。那个时候更多的还就是讲啊盯人二连保护，基本上是讲的是个体和局部，真的没有说整体阵型的这种平移呀、收缩呀啊，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链接呀，真的没有。要但凡有，北京国安拿联赛冠军得找早个10年8年的吧，啊，10年11年的差，不止09才拿一次吧，是09拿的吗？我忘了啊，也可能得早个10几年吧。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个体能力都不错，但是呢确实是没有整体概念，所以遗憾就遗憾在这儿吧。那没办法，你说那时候金志扬他上哪儿知道先进的这种整体的防守的这种技术啊，对不对？战术没有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一种现状。我为什么说这段我为什么说这段呢？是因为我接下来聊的李皮呢，那是整体防守可以讲鼻祖，来那个国度来的人。打1982年开始啊，西班牙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意大利主教练叫贝阿尔佐特啊，没事抽着烟斗的啊，贝阿尔佐特，守门员叫佐夫，当时是41或者42岁，有一个后卫叫詹比莱，身披6号球衣，把马拉多纳球衣都给撕了，还不把季科的球衣给撕了。反正意大利呢小组赛3场平局啊，平秘鲁、平波兰、平喀麦隆，小组第二侥幸以进球数多进入了复赛，跟谁分一组呢？跟巴西和阿根廷分一组，基本上就是个死。但是凭借整体防守，詹蒂莱先詹马拉多纳，后詹这季科啊，等于说呢把这两大对方重点的人物全给盯死了。再加上锁链式防守，什么叫意大利锁链式防守呢？其实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是整体防守。你看马竞的比赛，或者你看这个现在意大利队的比赛，两条线的距离格外近，
彼此之间的联系非常的紧密啊，就链式防守，环环相扣的啊。然后呢，他是链式防守结合盯人，最终啊，3比1还是3比1击败阿根廷，3比2击败巴西，闯进四强啊，半决赛2比0拿下波兰，决赛是3比1拿下西德，最后意大利冠军。冠军呢，1982年啊，1982年的时候呢，我12岁啊，我虚岁13啊，我至今我还能记得1982年世界杯时候那种无限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家里刚有电视，我们家不是土豪，但是14寸彩色日本日立牌的，为什么呢？我们家买不起啊，按说买不起，得1000多块钱呢。1982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出国啊，去了，一共去了索马里3年，骨肉分离啊，3年，9岁到12岁，我过了一段没有妈妈的日子啊。我领着我哥，带着我妹妹啊，我组织他们吃饭。每次啊，家里就我干点火啊，他们都不敢。我妹小可以理解，我哥比我大1-2岁，居然也不敢点煤气，只有靠我。我不回去，他们就得饿着。为什么？我爸还得工作啊，我母亲不在，那段很痛苦啊。我每次都给我回去之后，我就感觉就是这个家，反正就是因为我的存在，能一种就不再充满饥饿，你知道吗？然后我的父亲呢，会上班之前，因为中午也不回来啊，早上一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一锅大铁锅，留一锅饭和菜的混合物啊，大米、高粱米、小米，这是饭，茄子和土豆，没有肉啊，茄子和土豆裹在一起，回来告诉我，哎，中午回来把这火点上，热了给你哥给你妹妹吃。我说晚上您回来做吗？我晚上加班，晚上回来再把这火点上。热了给你哥给你妹妹吃，我说那我吃不吃你自己看着办就是那段日子啊。那么也就是说呢，1982年，当我第一次通过电视转播啊，对，我因为我母亲出国回来不都给有指标吗？明白吗？就那个时候买东西物质极其匮乏，得有指标，得有票，说你买个白糖糖票，买米票面票，然后买那个油票都得是有凭票，粮食是凭票供应。那个时候粮票可真值钱，有一次我街上捡了30斤粮票，我在原地啊等了30秒没人，我就拿走了。我说哇，我是等了啊，我拿着30斤粮票，全国粮票，还是一斤1块钱，30块钱相当于什么呢？能买300杯瓜子儿。就是这么大杯子的瓜子儿能买300杯，1毛钱1杯。这么大的巧克力5毛钱1块，能买60块，能买60块。啊，我就揣着那全国粮票三，我希望就是当时丢粮票那朋友，我现在致以40年以后的忏悔啊，就我希望您现在还活得挺好，因为我真是等了没有人，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是交警察叔叔，反正结果也都是换成瓜子儿。我感觉啊，反正挺，哎呀，挺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丢过东西，咱们实话讲，我还丢过车呢，所以这也都不算什么。我现在心里我还是挺舒坦的。我当年捡过30斤粮票，然后没有失主，对吧？然后我的这个1999年的我的一辆158000的这个桑塔纳丢了，完了警察来录口供，录了4-5次，最后车也没有了，丢了。保险我还没上呢，白丢是吧？所以呢，人生就是哎呀，相互伤害啊，对吧？就是你丢完东西他捡，完了他丢东西你捡，就这么一个路子。但是最后我肯定是赔了，这肯定的啊。啊，好，那么也就是说呢，就是意大利足球啊，以防守为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最终呢，在这个世界足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中国是什么时候有整体防守概念？我告诉你，中国什么时候真正的国家队有了整体防守概念，是从米卢开始。为什么啊？米卢在昆明集训的时候，第一期集训
为了练后场八人防守体系，他把这四个后卫拴成一根绳上的蚂蚱，再把四个前卫拴成一根绳上的蚂蚱，拿那个纱布绷带，六米一个，六米一个绑着，然后呢，这边一排绑着，那边一排绑着，前后再绑着，前后因为这个大概是6到8米的距离，然后开始都绑上了，然后开始左移动，右前后，是这样绑着练的，明白吗？有点像当年呢，这紫禁城里边说练兵，走往这儿走，令旗一展，唰过来往这儿。其实我们老祖宗其实对这东西阵型啊、雁别排开啊、什么两军对垒啊，这东西其实我们要真是琢磨，我们应该比这帮欧洲人应该早更擅长啊。但是很遗憾，就没有结合到这个现代足球当中啊。从那儿，作为我来讲，也是在米卢的训练场边，通过他这样一个举动，我才明白，哦，原来防守是整体防守。以前就是球在哪儿人过去，但是现在居然能够两条线之间的距离，然后四个后卫之间的距离的保持，然后整体平移啊，整体压上，整体这个回收。我是从那儿开始的，啊，也就是说呢，中国足球呢，确实在这种技术战术的理念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比较落后，啊，确实比较落后。那么意大利足球之于中国，其实有一份缘分，因为最早啊，中国呢是这个转播的意甲。我之前我在车上说过，我在1995年或。对1995年的下半年，当时呢我是在电台做节目主持人，对吧，足球一小时。然后呢我就险些成为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意甲转播的解说员。我要这么说，可能有的人说你吹牛，我不吹牛啊，我真的说的都是实话。这事儿呢我不知道马德兴能不能知道啊，因为什么呢，当时呢有一位梁燕体育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叫张同波，后来曾经短期在辽宁想做股份制俱乐部，但是好像现在可能是人已经不在了啊。当时呢是他买断了中央电视台意甲的直播的广告，全都是他广告，他买断了，他在买外卖，明白吗？梁燕是中国女排这个三连冠的这个主力的副攻手啊，长得很漂亮，虽然有点黑，但是你可以到网上去搜，叫梁燕啊，梁燕，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运动员来以他的名义来合作开的广告公司。要说张同波呀，这个人实话讲具有着非常强大的超前意识，在95年他就想推行的是国内的这种股份制的俱乐部。1995年，他当时就想买辽宁队。啊，然后呢要做这个世界体育报，后来好像也做了，就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然后他当时呢，他就有一天找到我，他的公司呢是在中国职工之家啊，不是5楼就是6楼啊。然后呢没事呢马德兴也过去啊一块聊。然后有一天他突然间找我，他说你能不能够解说比赛，因为实话讲那个时候95年我没怎么解说过比赛，基本上都是做节目。我说我可以试试，我说到哪儿解说去，他说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那个现在的意甲的解说员不行啊，我觉得要不你去试试啊。因为当时咱们实话讲，当时不是黄健翔啊，不是黄健翔，是黄健翔之前解说乒乓球那个老师啊，不是黄健翔，黄健翔当时呢已经是做一些这个叫一些栏目啊，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走上解说台啊，或者至少说露声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坐在台前。嗯，但是我说这个，我说电视这东西，我说我可能来不了，因为毕竟呢它不像广播，因为我那时候广播我是很擅长的，我以为他跟我说广播这个解说呢，后来他说哎，一块儿去试试去或者什么的。我说况且我说我也不是央视的人，他说我们是广告公司，我们能够这个能决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们买断的。但是后来证明他决定不了，
这就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足球跟意大利足球啊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最早有电视的中国人第一次看看这个世界杯，有一些是1978年就看了，可能在北京，当时是阿根廷世界杯，肯贝斯啊决赛赢荷兰，对吧？但是大就是再多一点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世界杯是1982年，当时1982年中央电视台呢就基本上是全程转播了那届世界杯，所以呢意大利最后夺冠啊，佐夫、贝尔佐特、罗西啊、塔尔德利、这些詹蒂莱啊，这些应该说呢都是这个非常难忘的记忆。那么在后来呢，意甲一度被认为是小世界杯，说意甲的转播那时候真是愿意看啊，像90年代 AC 米兰什么三剑客什么这些，国际米兰呀、什么尤文图斯啊等等，哎，这是中国跟意大利的这一份缘啊。那么里皮这次呢是升帐啊，升帐了呢，这早先呢是传出过说有40多个名单，甚至还借斯科拉里之口，说斯科拉里亲政，说米卢不是里皮的这叫首期名单将会40人以上，但是今天公布的是25人名单啊，是25人名单，也就是说呢，可能短时间内啊，你去那么多人，说句实在话没有什么用，人都没认齐呢，比赛就开始了，就得裁人了啊！这40多个要真去40多个，人呢还没弄明白呢。然后咱们今天宣布一下，就是回家的人啊。另外一个很多一个赛季拼了一个赛季的队员，好不容易啊说有休假，对吧？西方人就讲究休假，西方人为什么说都不加班周末？说周末是上帝都让我们休息，你是谁？话又，你没有权利让我上班啊！所以西方人呢就比较重视这个假期啊，度假。所以呢，我估计这么一讲，就干脆就别弄那么多人了啊，二十五个挺好，是吧？哎，最后有两个，万一有点什么伤呢，哎，能够顶替一下。所以25人名单呢是今天呢是发布了。这个名单的发布呢，实话讲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短时间内这个名单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这个推测一下啊，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你别觉得我是内部人士，我也没有什么眼线，也没有国脚跟我打电话，也没有说什么这个国家队的人跟我通风报信，没有啊。我觉得人有自己脑子，你就自己分析对与错，用事实去验证。第一，里皮讲了，以恒大为班底，这事儿已经定调了，说未来这个队是什么样不好说，但是打卡塔尔这场比赛，也就是说今年12强赛中国队唯一剩下的一场比赛，主场在昆明打卡塔尔，是以恒大为班底，这个调定了。那么也就是说恒大的这些人里皮相对来讲比较熟，毕竟啊在恒大呢执教过三个赛季啊，而且呢还现场看了这个恒大的这个比赛，应该说呢再加上以往啊对这些队员的这种比较清醒的认知，你想一块待三年，基本上就是相互之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不了解的了啊。恒大为主，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一定呢就是说他基于过往，在12、13、14赛季带恒大和参加三届中超联赛，对吧？也就是说呢，各个队严格上讲应该都打过六遍，对吧？那有的降级了，可能再也看不见了。有的刚升上来可能打得少点，但大部分队至少说交手过六次，也就是说呢，他对于国内的一些球员他应该是有印象，更何况他还幕后指挥过国家队两场比赛，所以他凭借他过往的对于有一些队员的认知。我举个例子啊，王大雷，刚才有人说王大雷在车上，我不知道大雷在不在车上啊，我给你分析分析里皮为什么看上你啊。我就为今天晚上我们来做这个直播聊天，我专门看了两场比赛。我跟你讲，就是我能说出东西来，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诧异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就想问问你，今天当国家队名单公布之后，全中国有没有人看了两场里皮当年执教的比赛的录像？有没有人？告诉我谁？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你分析有没有？我感觉有可能比较少，或者是球迷可能能做，但是但凡说做这行的这行业的人，我认为没有。
我认为没有，为什么？没那功夫，有那闲功夫看他干嘛呀？我看的两场比赛分别是，第一，里皮最牛逼的一场比赛，也就是说从荣誉角度来讲最高的一场比赛，2013年的亚冠主场第二回合决赛对首尔1-1，这场比赛我看了。为什么？我想探究一下，就是那场比赛的形式是中国队在客场广州恒大客场是2-2啊，2-2和首尔战平，客场平局没有问题，是吧？相当于已经是领先了，另外又有两个进球，也就是说呢，回到主场可赢没问题，冠军可平0-01-1都是冠军，2-2还打加时。所以在这种战术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想再回顾一下里皮当时是怎么排兵布阵以及战术的部署的。这是一场比赛，还有一场比赛是里皮带恒大最后一场比赛，这个王大雷应该知道啊，是2014赛季的中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在鲁能1-1，刘彬彬十来分钟一单刀赴会先打进去了，后来呢埃尔克森一个十分角捏一死角擦着立柱进扳平，后来呢这个到最后因为恒大还想进攻嘛，攻势渐起啊，那时候鲁能还可以，库卡执教的啊，还可以啊，反正呢迪亚曼蒂换下了吉拉蒂诺，83分钟的时候有一脚直接任意球，那脚任意球实话讲打的应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半高球，这个一般来讲呢说低的半就是擦着跟立柱就是很近很近的啊，左脚绕过人墙打球门的右立柱的这个脚，王大雷给扑出去。当然那场比赛呢王大雷还有一些不错的表现，比如说他梅方吧一个头球王大雷拿着之后啊，迅速的一个大脚就开着，很准的找到了乐夫拿一个人拿着咔咔右脚在那咣咣咣晃，我还想内切一打门，没有打上力量，但也完成了一脚射门。所以我觉得里皮对于王大雷至少说在最后让我再看你一眼，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也就是说至少说在2013年啊，三分优势压住北京国安，可以讲最险的一次夺冠啊，到最后一轮才决出来。然后那场比赛之后里皮就宣布我不再走在前面了啊，我不想再当主教练了啊，我60多岁我有点累了啊，我还在教练组，但是呢谁执行教练什么的，就等于说是他真正作为主教练带恒大的最后一场比赛，那场比赛呢王大雷表现得不错。那么也就是说甭管说现在怎么样，那么至少说在那样的比赛，甚至说之前可能跟鲁能交手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表现，那么至少说他在他最后的一场中超给他留下最后的印象的时候是一个冠军啊，然后呢是一个1-1，阿尔克森很牛，然后刘彬彬很快，然后或者是王大雷很神啊。所以王大雷呢这个回归呢，我个人觉得呢也是基于啊里皮过往对这个队员的认识，尤其是门将这个位置啊，他不像别的位置说你过了两年之后是不是原来那前锋那速度挺快，现在有点蹬不出劲儿了哈。门将这东西呢，你王大雷是哪年的呀？80几年的啊，反正就是岁数不还当打之年吧，所以在他印象当中这门将可以啊，但没他的话迪亚曼蒂球进了我们客场2-1我就拿下了，我就没有那么惊险了，是吧？最后就弄了2-2就3分压北京国安，是吧？所以呢第一是恒大系，这不用说了，第二是里皮基于过往对于中国球员一些球员的认知，再有那一定会是像李铁这样，或者说那个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助教，或者是上海上港的那个他那个助教给他提供的名单啊，基本上应该是这三个来源，就是恒大系、里皮自我的对于一些队员的认知，以及他的教练组在中国相对呢对中国球员比较了解。哎，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里皮看了一些录像，说前面的这个中国队这四场比赛当中谁表现还不错呀，通过录像反正就大差不差呀，就这四个渠道啊，就这四个渠道。那么呢我们先说什么人走了，
啊，什么人走了？杜威、任航、丁海峰、江宁、杨旭、顾超、张小兵。这是对比高洪波啊，带中国队打这个叙利亚和乌兹别克那个名单，是上述这些人走了啊。这里边呢，咱们实话讲啊，杜威入选是有争议的，任航入选是有争议的，丁海峰呢是临了临了啊给补充进去的，江宁倒是曾经是高洪波的红人啊，但是呢基本上没怎么打比赛，就是乌兹别克那场呢是打了。这里边呢，我不是八卦啊，我个人分析，我认为江宁当时从恒大离开转会的时候，可能跟里皮之间是不是有点矛盾，这是我分析啊。江宁是不是在里皮执教恒大之后才走的吧，我问你有，是不是江宁有矛盾吧，是吧？我这么分析的啊，要不然的话不会走，因为当时可能呢这个江宁认为我怎么打不上球了，对不对？那么里皮呢可能就对这个队员就本身就不是说很看好，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他有的时候是一种就是反正就不是很看好吧，这个很正常啊，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别看江宁这孩子，我虽然没接触过啊，但我觉得江宁是，你别看不言不语不惹事儿，我觉得他有主意，这孩子有主意啊，这是我读人啊，有时候听话听音儿。你还记着吗？中国打这个乌兹别克之前采访了江宁，有队员问他，他之前都没上，三场没上，问他说，哎，那个高指导这五后卫这阵型然后你有什么看法？你看一般的队员肯定就是这个反正挺好，或者是我们来适应或者什么的。江宁说了一句，那教练定的，那我们就应该服从。这话你怎么听啊？你怎么听？就是如果说他要是一直打上的球的队员他这么说呀，他是一种真心话。他要打不上的，那意思就是说那教练定的，那我们教练定什么阵型我们都得执行。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认为这东西可能一定是对的，但是呢因为你是教练，老板说的，那我们必须得听，就这样的话啊。他不说，老板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老板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着，一二三四五，他回答就是，那你问我，那因为老板定的，那我们就必须得执行，是吧？这叫心理学吧，心理学。杨旭踢不上球，没怎么在鲁能打上比赛。顾超，实话讲，顾超人不错，钢琴十级。我有的人说你家老说队员，你老讽刺挖苦，我不是这样，真的好就是好，有问题就有问题，就像很多人也骂我一样，但我是这么觉得啊，骂咱们就踏踏实实，就有理有据，对吧？你而且我特别烦你呀，到别人同行的微博底下夸我，或者你在同行的微博底下骂我，我就觉得这样做特别不男人，明白吗？特别挑事儿，特别三八，特别没劲啊。也有经常有人跑我这来的，哎，谁怎么怎么着了，你别记着，别在我这说任何同行，我不关心，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评价啊。这就是我，你们愿意说你要喜欢他，你就去到他那儿去，你去舔去，跪舔躺舔都可以啊。你要说恨他，你就到人家骂去，你别跟我聊啊。这些人跟我都没关系，我的生活 nothing to do with everybody 啊，明白吗？我的生活跟别人都没关系，我就独立表达啊，我也不拉帮不结派，从哪儿我就开始，我就没有这个抱团这个习惯，我就自己表达啊。你们愿意吵你们就吵去，是谁又骂江苏球迷了，谁又骂这球迷了，你们去甭跟我说啊，跟我没关系，你们都跟我没关系。还有这张小斌的落选也正常，一个呢就是说来去高家军也属于啊，一会儿报名一会儿不报名，然后呢回到这个江苏苏宁啊，也没有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落选的这些人，咱们实话讲，我觉得里皮啊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规律？即第一，就打不上比赛的没法进国家队，这是科学。打不上比赛的，就是你平常你比主俱乐部主力都不是，甚至你都半年恨不得小半年没比赛了，这怎么就是你，就是你是你是费迪南德啊，你是特里，你打不上半年打不上比赛，他也没法入选国家队啊。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对吧？还有一些呢，可能实话讲呢，就是你在俱乐部也打不上球了，你像杨旭，是不是？你
你说怎么能都，你说怎么能入国家队呢？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对吧？那么杨旭很棒，但是你一直打不上比赛，并不是说明你能力不行，而是说你现在没有状态，可能说我测一下我血小板，或者测一下红细胞白细胞，我这个挺正常的身体，我这个。但是大哥，因为你身体好，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大街上找身体比你红细胞多的有的是，你让他也上去啊，你说是不是？你说那检测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呢，他能检测出你身体好坏，但他能检测出来你状态吗？大哥，我都不明白，科学不是这样的，科学不是说拿仪器能测出来这人目前比赛状态怎么样，最多能测出来他身体确实可以，但是你一个身体和一个比赛状态这是两码事儿，大哥，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些人落选，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啊！这表明什么呢？就表明啊，就是你至少这里皮来了，他知道有些事情他不能这么赌啊！你说呢？你说呢？你说打不上比赛的，或者出场也不是说很稳定的，前半赛季没打，后来又打的，你像这个，对不对？你包括什么？邹正入选了吗？没入选。这是科学，踢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刚刚恢复，这人你敢用吗？说郑龙没入选，郑龙是不错，郑龙在恒大有稳定的出场时间吗？没有，没有就拉倒。那你说梅方也没有，别忘了梅方一直就是里皮的红人，明白吗？你这个得有区别，就是梅方身体没有问题啊，然后他那个类型，然后他多面手，他也不见得叫他来一定要打主力，有张林鹏，有这个冯潇霆，但是梅方呢，2013年夺亚冠的时候，梅方是主力啊，闹着玩呢，梅方是主力，是吧？所以我觉得里皮选落选的这些，我认为啊，没毛病。有人说啊，说河北华夏幸福全军覆没了。确实，你这么一看，杜威、丁海峰、江宁，再加上现在已经随队的任豪，这哥四个全没了啊。而你有一个微妙的东西，李铁原来是在河北华夏幸福，从河北华夏幸福下课了，现在是国家队领队。说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去猜啊。是正常情况下有没有李铁？说李铁、王铁、张铁，那你杜威、任豪、丁海峰、江宁落选。你再加上江宁本身跟里皮之间的这种 小矛盾，你看里皮当年跟巴乔都有矛盾，你这东西跟人跟人有矛盾，这很正常，对不对？你说呢？呵呵，那么回事儿呗，对吧？也我觉得都正常啊。这几个落选的啊，你包括顾超这种心理确实不是很稳定，再练练也别着急。守门员呢，这东西呢，还是有一个能不能适应大场面的事儿。因为别的失误，说你前锋一脚射门失误了，失误没着，就顶多不进球呗。那多了，巴斯滕在意甲一个赛季打丢58个单刀，那也是巴斯滕啊，那也叫巴斯滕，对不对？你说我中场一失误，传球失误，没事你再抢回来呗，后卫还可以补呢。门将一失误，万一出去抓一把空气，再把自己人再给干那儿，你这个东西就没法弄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呢，确确实实，顾超呢，我认为呢，再练一练，好吧，来吧。那么接下来，那就其实大部还都是保留了基本的国家队的这个骨干力量啊。就像上次这个，你看，这个就真正的说真正的新人，绝对新的曹云定。有人说你呀跟曹云定什么关系？我跟他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我跟申花也没有关系，申花球迷骂我骂的狠了呢。那杂碎骂我的到店里面去恶评的，这都是某些顶着这蓝色的那人干的事儿啊，我跟他没关系，明白吗？虽然说我给他们去年我就说，我说你们别满世界找教练了，你就找曼特诺就完了啊，挺听话的，给曼特诺打电话了，这不挺好的吗？打进亚冠了，对吧？曹云定，我为什么觉得是曹云定？我一直觉得曹云定应该进国家队。你说进国家队他打什么？有人说那个什么，还有一些人说他什么球品不行。行了，你拉他妈裤兜子吧。我们现在不是讨论人品，要讨论人品，没有一个人值得经得起推敲，明白吗？里皮人品就行吗？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咱们就事论事，别谈人，好吗？没什么意思啊，动不动就说什么人品不行，谁人品行啊？你人品行，是吗？咱们说事儿，好不好？
曹云定能不能打主力，我认为短时间内打不了主力。但是为什么我说想，我觉得他应该留，他应该有一席之地。为什么？一个国家队打备战一场比赛，说句实话，最多呀能上去十五六个人，你剩下的那个七八个人，其实你带 A 带 B 带 C 带 FG 都差不太多，大差不差。但是你应该带什么人？你应该带上去十分钟有可能能够给战局带来变化的人，而不是说你带那个你到关键时刻你都不敢让他上场的人，或者你上场都让都含糊的人，没有特点的人不行。很简单，你现在回忆一下2001年米卢国家队有多少个是有特点的队员，你回头你再看一看高洪波那个名单里边，说真正有特点的队员能有多少个。所谓特点也就是一招鲜，明白吗？一招鲜的特点，你说我有什么特点？就是鼻子大，你总得有个特点。你说我长得丑，你呀比我长得漂亮，你五官没有一个有特点的，你走在街上人家也看不也记不住。特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队里面真的必须得有特点。曹云定什么特点？内切，就他拐那个死弯，我告诉你啊，一般来讲你就说英超后卫说第一次碰上他，他玩三个内切可能有俩能过去，这就可以。75分钟上去内切仨，成功了俩，其中有一脚助攻了，不就完了吗？不就完了吗？这要的不就这个吗？15分钟的球吗？最多20分钟球吗？像这队员，你说你其他那些落选的哪个能跟他比？有特点，记住特点啊，人呢不怕说人不怕说是怎么讲呢，反正人最怕没特点啊，那就这样啊。曹云定啊终于回来了。昨天我完事儿我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曹云定打亚太，虽然那球你看着比较费劲啊，半天那大雪根本就纷飞，你根本看不见球啊，但是就曹云定那一下传完了接，接完了插，插完了再接再直塞那一下，我跟你这么说，在中国在中超的这个比赛场上，我很少见本土球员能够打出这样的一连串的，就中场组织串接，然后推进，然后接应，然后再直塞的一气呵成的，我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他妈才能，这是才华，你得尊重他。你可以不喜欢这个队，或者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人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要找11个五好青年上去，那他们都轮不到他们，那就也轮不到我，也轮不到你，对吧？那都五四青年得上去。现在我们不要好人，好人坏人听谁的？谁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佩，人家倒地了，咣咣踢，你说他是好人和坏人？谁知道？你管他好人坏人呢？坏人有法律的制裁，对不对？你作恶最后总会不要遭报应。我们不管谁坏，谁比谁好多少，谁比谁坏多少啊，大哥！你没事的时候，你屋里边自己被窝里边做那些事儿，你觉得你好是坏？别闹了，大哥，差不多就得了，好吗？别那么苛刻的去评价人的好与坏，你可以就球说，你说咱球不对，这球踢的不对，你应该这么踢，那可以，对不对？曹云定啊，我很欣慰啊，我很欣慰，我一直觉得这样的队员应该在国家队有一席之地。那你说那曹云定来就能改变中国队？呸！谁来呢？一定能把改变中国队？你告诉我，谁来一定能把中国队改变了？啊，你说谁来？孔卡来行吗？还是说埃尔克森来就一定能把中国队改变了？你不扯王八犊子吗？那不抬杠吗？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还有谁呢？绝对新人傅欢。傅欢吗？傅欢，我记得前两天转播上港的球的时候，我跟李鑫俩就聊了，我说傅欢这个赛季进步非常大，主要是纹身了啊，主要是纹身。这小子吧，他，你别说就这小子吧，就是他作为一个边后卫啊，一般来讲边后卫这个位置呢，从防守端角度来讲你得有一定的速度和灵活性身体，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一般的边锋啊那都是小快灵是吧，嘎突你啊，完了内切啊，就是你这个防守的意识，尤其是身体对抗然后转身速度，这些东西非常重要。说你没有这些，人一夸一扣给你扣没了，你飞出去了，然后抓下底了，这边漏了，我打给打透了，是吧？所以傅欢在这些基础的这种这个指标来讲，我认为都不错啊。
基础的指标都不错。那么也许他欠缺一点经验，而且他有一点什么，他战斗精神可以，上下的这种能力，你有时候经常看着他能传中，虽然传中有时候不是很靠谱，但你会发现就是他攻防上下这条边上这种对抗啊，然后进攻防守大体上能到位啊，能到位，就这一点他能把汪佳杰或者是什么王申超能给摁在替补席上，他能打站稳右护卫。埃里克森也不是一般战士啊，人家英格兰国家队都执教过啊，骂过鲁尼，骂过特劳特，不是骂过什么那个什么费迪南德什么的，你闹玩呢，人家瑞典的，明白吗？瑞典的，所以人家用傅欢用的也有道理。所以在右后卫位置上这事儿有可能说里皮看上的，也有可能是教练组给上岗那个，他那个小胡子记着吗？那小胡子没进教练组，但是不是也进教练组，但是呢也在上岗兼职，那小子这转捞着了两份工资，跟里皮一样，里皮也是两份工资，中国足协一份，然后恒大足校一份，我现在呢是六份工资，乐视有一份，章鱼有一份，乐播足球有一份，然后呢然后微醺要是卖了的话能有一份，然后还有有时候发点广告有一份，然后对一直播有点金币什么的，不是很多啊。开玩笑啊，可能上岗那小胡子在这里边起了很关键的作用。里皮肯定问，哎胡子，你们那队上岗那队你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吴磊不用说了，小蔡瑞康，哎不用说，那腰那个挺粗那个我知道有他，然后还是于海那来，于海必须得来，因为有一个中国记者说了嘛，评论员说了嘛，说于海是球盲鉴别器啊，那我不能不要于海啊，最后我成球盲了。完了问说除这几个还有谁，那小胡子说，哎有右后卫不错，哎那小伙子哎什么特点，你比如说右后卫是吧，右后卫山东有一个大保健不是很稳啊，然后张林鹏也能打，梅芳也能打，但是他俩可能还得打中卫，这么着让他来吧，就这么着傅欢就来了啊，大差不差。然后接下来于大宝回归了，我觉得于大宝是这样的一个队员，于大宝在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为这个队可能能做什么太多贡献，但是你会发现踢着踢着你就会很想念有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对上点儿，明白吗？就于大宝啊，他能对上点儿，他能拼，他真能拼，他打一边前卫，他也说句老实话，他也不是下底那类型的，他其实就是说一侧下底，你比方说他打左边啊，右边光下去了，中锋前腰他从左边咔杀到小禁区那附近，于大宝空间啊，这球起来的后点什么二点球三点球落他那儿，砰一脚进了，啊就开始了，这是于大宝防守的时候哒往回跑跟你拼，拼到脚旗又怎么样，虽然说是边前卫，我给你拼到脚旗行不行啊，你给你拼到把脚旗杆给你剁折了行不行，这是于大宝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你一会儿我再给你分析啊，我看了那两场比赛之后对里皮的认识啊，边前卫他很注重，非常注重边前卫的防守能力啊。好，行了吧？还谁呀、啊？哦，王大雷啊，王大雷我之前说了啊，李昂就是什么呢？就中卫的位置确实是，哎，这个左脚，冯潇霆右脚，梅芳右脚，张林鹏右脚，李学鹏是左脚，但是李学鹏归根结底还是左边前卫，是吧？所以呢，有时候李昂你凭借一脚任意球，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叫左脚的这个，因为有左脚嘛，最好是左中卫是左脚，对吧？你左中卫是右脚是非常难受嘛，明白吗？非常非常难受。就你看、啊、边前卫可以右脚打左路，左脚打右路，对不对？但是在边后卫位置上，一般来讲，就是逆足脚很少会打那一路。说马塞洛踢右后卫去，我跟你讲，他自己就晕了。踢到20多分钟时，马塞洛说我不踢了，为什么？我晕了。
你我左脚，你让我打右后卫不行，我转不过来这个墨，相当于突然间给你一个右舵的车开一样，明白吗？那种感觉啊。你要说右脚打左后卫能给你别扭死，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右脚完左脚根本不会踢球，完蛋，踢左后卫基本上跟死的差不多，那就想死的感觉，就是特别想要的，不是，就是特别想死的那种感觉，明白吗？所有拿球都得侧过来面向这个方向，直接往前打不会，右脚外脚背也拧着，能把腰给拧折了。有时候八一内切，哎我切，哎我找一下后腰，我就永远都是向中间传，八被人一断，一打反击，咣一下就死了，死了，啊！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个左中卫，明白吗？可能是左脚的，左脚的啊，左脚的。当然你说李昂他能不能打上主力，那就单说了啊，我觉得可能很难。但是呢，有这样一人可以是吧？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没什么人了。基本上你看啊，这个门将啊，王大雷、杨志、严俊凌，王大雷呢是顶替了这古超回到了国家队。至于说王大雷和杨志，和严俊凌，谁上，我这个不好说啊，不好说。那么根据这个，可能有专门的守门教练，最后呢会跟里皮来沟通一下。因为呢是王大雷呢是刚回来。初来乍到，除非里皮就是看上了，就一眼就相中他，对吧？说国家队的门将没有增城，那就是他，就应该是他。别的都青练兽杨志，然后那个背影帝严俊凌，这可能他觉得有可以，没有也没太关系，也不一定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杨志，毕竟打了，对不对？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呢，王大雷和杨志，我还认为呢是两个人二选其一啊，二选其一。那中卫，严格意义上讲，中卫冯潇霆是严格意义上中卫。李昂是严格意义上中卫，就这俩。你要说那张琳芃呢？张琳芃踢右后卫，梅芳最早出道可能边后卫，反正中后卫乱打一锅粥，是吧？也就是属于比较多面手吧，就算多面手吧。这后卫反正你要打中卫也行，左后卫也行，右后卫也行。所以梅芳这个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啊！据说那个里皮眼里面一提梅芳啊，基本上那感觉就是跟梅艳芳差不了太多，就是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个人物啊。那么纯粹的中卫其实就是李昂跟冯潇霆，但是也可能最终呢他会用张琳芃和冯潇霆，毕竟这哥俩都是恒大，而且呢相互之间冯潇霆的这种补位意识啊，这个张琳芃的这种贴身的逼抢和回追的这种速度等等啊，可能会给这个里皮呢留下更深的印象。那么中卫位置呢，冯潇霆、张琳芃应该是第一组合啊。左后卫呢，李学鹏、姜志鹏，我个人觉得李学鹏的面大。为什么呢？既然说这后卫这哥俩都是恒大的，索性就也弄李学鹏吧。李学鹏相对来讲呢，防守比这个姜志鹏呢要稳一点。姜志鹏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五后3-3-4-3啊。这斯托伊科维奇啊，就绝对不承认说我们从来没打过五后卫，都是你们瞎说的。我打就是3-4-3啊，3-4-3飞边上那个，那可以啊，就是3-4-3变5-4-1这种情况下，姜志鹏靠谱啊，突一下什么的。所以呢，李学鹏左后卫第一人选，基本上只要别再病啊。就别再有伤病，基本上就这样。那么右后卫说，第一梅芳能不能打，能，全部恒大的四个后卫也可以，这个没什么，你看你要的是防守还是进攻了，对吧？就看你要的是防守和进攻。那一般来讲呢，里皮呢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觉得一会儿我再聊啊，他的整个的这种战术思路，他说过两个词，一个是保险，一个是安全，对不对？因为很好记，保险套安全套是吧，他说了保险和安全要打这场比赛，为什么？务求一胜啊，务求一胜就是比较安全，哪怕这球踢的不是很漂亮啊，但是能把这球赢下来，安全的度过，然后他才能迎来属于他辉煌的冬天，对吧？冬天他才能冬训，然后一点点了解国脚，缓一闸就缓一闸呀、啊、你还连点5次大炮了，接下来安全下庄就是美丽的一个存在，明白那意思吗？就是你已经点七队，妈720，门兴隆，哎妈480，大队湖240，这时候大哥下一场下一个就是我糊了，什么屁股12每个人，哎这就行，明白吗？你就别再一点1860，哇1560，哦懵了，啥没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位置上，你说张明剑行不行？可以，傅欢行不行？可以。然后，但是我认为呢，也可能就是梅芳。当然，如果他认为要强调的是
边路的进攻，那我觉得可能会用赵明剑，但我个人感觉他边后卫赋予进攻的这种色彩在这场比赛当中不会太过强烈，不会太过强烈。为什么？待会儿我再给你分析啊。后腰黄博文郑智，有人说那这不都是后杭大的吗？对，我告诉你就是这样。这场比赛甭说他，要是我也这么用。为什么？来不及磨合，大哥，我不说了吗？乐队都凑一块儿了，对吧？我十一个人的乐队，吉他、贝斯、键盘、鼓，这一定得找原来的人马的。你千万别说，哎，这吉他不错，大哥，你这吉他不错，你跟那吉他、键盘、贝斯、鼓，它隔不上啊，是吧？那我觉得黄博文正治，啊，黄博文正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里皮会打什么阵型？啊，里皮在他的这个执教的这个恒大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为他赢得这个亚冠冠军呢，以及后来基本上是一个4-3-3。啊，基本上是一个4-3-3，你要说4-3-3变4-5-1，也可能会是这样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场是仨，一个舵后边啊。有人说你这么不剪指甲呢？因为我弹琴，啊，弹琴呢用指甲，不是说我不讲卫生。你看这就没有，啊，因为右手要弹琴，好吗？这他妈全是剪子，就这两天练这歌练的，全是剪子，啊，主要是弹琴啊。那么呢，就说里皮呢，他是这么个路子啊，是反的正的，现在正的反的啊，四个后卫，三个中场，左边中锋啊，这是里皮啊，三个中场。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在这个2013年主场啊打首尔那场比赛，最后1-1夺冠啊，四个后卫啊，孙祥、张林鹏、冯潇霆、金英权，开始是郑智、黄博文、赵旭日、埃尔克森，对，埃尔克森、穆里奇、孔卡，这是创造性的使用了孔卡15号。那场比赛创造性使用了孔卡，等于说把孔卡变成一个前场自由人，然后他的存在和中场形成衔接之后呢，用穆里奇的突击和埃尔克森的突击，啊，这是这么一个阵型。然后呢，这比赛呢打着打着吧，就说这个恒大先进球，但是很快呢，那个埃斯库多罗传给这个德扬光一脚给干进去了，1-1了，这时候很危险了啊，61分钟呢，对方把比分扳平了，而且呢攻势渐起，韩国人啊，当时崔龙珠啊这小子想干大事啊。这个时候呢，里皮果断的5分钟以后开始换人，用谁呢？用这个郜林29号换下了37号赵旭日。换完之后呢，马上变了，原来不是孔卡打前面一个自由的，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自由的这个前锋的那种状态啊，现在孔卡回来了，回到中场，埃尔克森顶在前面，穆里奇不变，郜林打的右前卫，然后这个呢是孔卡。接下来由于赵旭日大铲子下去了，对吧，赵旭日是个大铲子下去了，那么孔卡回到这个中场了，那么郑智跟黄博文的位置发生了调换，黄博文开始回到后腰主防守，郑智推到往前一点，等于说郑智和孔卡加上黄博文这样一个组合。他为什么要上郜林？是因为当时呢首尔 FC 这左路的进攻特别猛，所以他上郜林既有说是这个加强进攻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要干郜林回来协助这边的张林鹏啊一块来控制这个区域的防守，这样呢把埃尔克森顶在最前面，和孔卡在前面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孔卡在前面一定不是说一脚传球孔卡去追去，你让他追他干跑不出里数，他没有速度。我百米11秒78，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我跑到终点我坐那抽半根烟孔卡才会到。所以呢孔卡呢当时呢是不是就是让他球打在他那儿，他把他前场拿完球或者是左右策应是吧，然后用这个两个边翼
这个阿尔克森和穆里奇的这种速度。那么孔卡这个位置回到中场，阿尔克森顶到最前面，就表明了什么呢？当时里皮就说这事儿可能得打反击了，不能再这么大兵压上啊，一比一不就能夺冠吗？对吧？稳妥，保险，安全，好，保险，安全啊。那么如果是这种阵型，那么除了郑智和黄文之外，你还得有一人。这个人，那么是里皮比较关键的一个选择。你要说是说黄以防守为主啊，或者是郑智堕后，黄文支一个，那边支的是谁？于海，很有可能，这是我的理解啊，很有可能支的是于海。为什么呢？他符合赵旭日铲子的属性。你说我支一蒿俊闵行不行？我的理解，在里皮的这个选择当中呢，如果说你要是从进攻角或者是组织角度吧，就是如果是强调进攻，可能蒿俊闵、张稀哲是有可能能够在这个支架啊，这羊角这可能会觅得一席之地啊，就是郑智、郜林啊，不是郑智、黄博文这个位置，有可能张稀哲，也可能蒿俊闵，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从安全和保险的角度来讲，他有可能会派类似像于海或者吴曦的这样的人。为什么？防守的能力要更强一些。就说你蒿俊闵再努力，三哥其实真是挺努力的。我那天我发一个截图，那个后面哥五个跟那儿，我们为了美排成一条队，是蒿俊闵在那儿还在主动接应带球往前走，远远的他那哥五个都在那儿溜达呢，明白吗？我们为了寻求美排成一条队，老司机带我，我要去昆明，是属于这种啊。哎，这是这个位置。那么两翼，说有一种说法呢，说当时啊，这个里皮呢一直认为郜林最合适的不是中锋，而是边路啊。所以在这个里皮手下呢，可能郜林呢打这个就是右边锋啊，或者是左边呐、的这个边前卫，就等于4-3-3支出去的那个边上的多一些。为什么？因为他能回来防守啊，回来防守。那么再往前面就这三个位置了。三个位置呢，能踢中锋的其实就这三个人。第一张玉宁，第二郜林，第三吴磊，就这仨。别人你说那么那谁行不行？于大宝行不行？你还别说，于大宝也可能也行啊。因为佩兰打这个客场打卡塔尔的时候，也曾经用过于大宝打中锋。后来据说于大宝在朋友圈里面还发牢骚呢，说我是从来没踢过中锋的，非让我去踢中锋，你看我犯规了吧？犯规了之后，人拿一任意球打进去之后，帮我进了吧？是吧？是吧？哎，都是赶巧了啊！武大郎过门槛，碰巧啊。那么，这个中锋，咱们得先定中锋。你说打卡塔尔，严格上讲的，按说是应该。出一个能控球的中锋，说你要是就打反击，这是不是你要吴磊直接就顶前面去了，这不又成了高摸了吗？对吧？高摸不是头两场打反击，打伊朗打韩国都是吴磊突前吗？是吧？孙可在他身后，还有一场是张玉宁在他身后，对不对？那么这个我觉得不知道这个里皮会不会这个沿用这个，当然了，他这个5-3-1-1和4-3-3还是有区别。严格上讲呢，他会不会复制一下那个孔卡那个呢？就是亚冠那个，留一个在前场的一个能控球的一个假中锋啊，随时回来回撤的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人选就多了，那有可能赵蒿俊闵都能提这个，是吧？那么郜林如果是他信任，有可能会在边前卫的位置。那么那一边呢？我认为是吴磊，就吴磊郜林。从数据角度来讲，吴磊是这个赛季中超的本土射手王，我说的没错吧？从数据角度来讲，郜林是这个赛季本土的助攻王，我说的没错吧？那么说，从数据角度来讲，吴磊和郜林在首发当中去占据两个席位，我觉得这是合乎常理的吧？
是合乎常理的吧。哎，那么严格意义上讲，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中国队的这个里皮啊。就当然我们不了解具体情况啊，你比方说谁到国家队跟里皮又撕了，那我们不知道，或者谁到里国家队伤了大腿根内部有什么问题整不清楚了，那我们不知道啊，你这东西我们就分析不出来是吧，或者谁又是哪个神经病又犯了，或者怎么着了，把谁得罪了，就跟李铁吵架了，或者怎么着，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说就是这些人就这种状况啊，就这种状况。那么好，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说有人说里皮来了能给中国队带来什么，就这场比赛万众期待，说是不是里皮来了药到病除，直接就把卡塔尔的人给摁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想给您提供个数据。里皮在中国执教广州恒大执教了三年，在你看来他应该输了多少场球，在你看来三年应该输多少场球，你觉得？比如说十场二十场，差不太多，十九场，输过十九场球，啊，他的胜率呢是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呢，打三场能赢两场，这个胜率按说已经非常高了，但是66.7%和100%之间差多少？差33.33333333。那么也就是说呢，里皮还曾经被广州恒大双杀过，你知道吗？知道吗？被亚太直接给干过，知道吗？里皮来中国第一场比赛主场只是1-0赢了青岛中能，而青岛中能当年降级了，知道吗？表明什么呢？这东西没谱，明白吗？不是说里皮来了，完了里皮带队就往上冲，完了就赢了，没有那样。所以呢，我不是说是泼冷水，我在陈述事实。你说佩莱格里尼来了，打了7-8场比赛，不就赢了一场吗？你能说他是没水平的教练吗？不是，不是，他一定是有水平的，但是他肯定需要有一个时间，需要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有可能是，你说你要佩莱，你说打中国香港打了两场比赛，打八个门柱他就不进，你能说中国足球这个水平就跟香港一样吗？不能，是吧？跟你有运气的原因，还有是心理的问题。你别以为打门柱都是运气，不是，你要心理稳定他就打门柱打内侧弹进去，你心理不稳定就打外侧崩出去，明白吗？不是，都是别把什么事都扔到运气上好吗？别把什么事都放在运气上。2012年二十场联赛，里皮啊接中间接了李章洙吗？二十场联赛输了四场，啊，刚来那年打了二十场输了四场，就打五场输一场，啊，2013-13年呢输了六场，啊，不是一共输了六场球，但是中超呢只输了一场，那一年领先18分，我一骑绝尘，就说明什么呢？里皮啊，这个头年经过了这20轮中超，对中超这大街小巷啊基本上了解了，完了接下来自己就出去骑着摩托来回逛，咔咔逛，警车都追不上，明白吗？哎，第二年非常辉煌啊，那一年也拿了亚冠冠军。你等到14年的时候呢，说实话有点费劲了，为什么？名声在外，谁跟恒大打呀也都会选择要稳守反击。其实你想不想听我说一句真话，其实里皮是反击，是防守反击的高手，他并不是阵地进攻层层推进的专家，他并不是。你千万别觉得说里皮的特长在于带领我们一起往前冲，大举压上拜仁巴萨，不会，不是那样的。你别看有时候我唱摇滚，本质还是民谣，还是民谣。我小声告诉你，里皮最擅长的还是防守反击，骨子里的就是
防守反击不是那种特别辉煌的那种恢宏那种打法。你还记着埃尔克森、穆里奇那些球吗？是怎么进的？前场有几个人？最多三个人。反击，反击。说想有球、想赢球就得进攻啊，就得往上上啊。这是他妈老人也就有这意识的啊。我说句实在话啊，老人。一半儿，然后我们要赢，必须赢，赢就得上啊！攻山头就是吧？嗯，那往上冲啊啊！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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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冲啊！漫山遍野呀、啊！不用，他一爆破手上去，拿着雷管直接给噎到碉堡那碉堡那洞里边，直接给爆破筒给噎进去。咣一爆完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就这明白吗？你那么冲，人打打机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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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重机枪那声啊，跟那个轻机枪不一样，轻机枪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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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吧？重机枪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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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咋？哎呀，挺累的，说实话，每天晚上说这一个小时真挺累的。今儿跟那个水木年华那兄弟，水木年华那兄弟聊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他说什么呢？他说：“董哥，他说我昨天晚上看你录像，说中间啊断了一期，说我一直啊有那我连看了两期，一抬眼发七点多，啊就七点多。”就在启程，不对，是这调吗？就在启，不对，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你以后能否。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明白吗？得是这样，明白吗？这基本才是民谣。哎，我这，咱们赶紧说，不行了，我那边我还有事儿啊，明天早上还早起呢。那么在这个里皮啊执教这个广州恒大打的最后一场比赛，是2014赛季呢客场对山东鲁能那场比赛，当时的阵容是这样的啊，梅方左后卫金英权、冯潇平、张林鹏。这时候梅方啊已经开始啊充当起了叫什么的，在这个里皮在恒大的后期，梅方已经起来了，明白吗？梅方已经起来了，已经是查缺补漏，哪儿需要人的时候他就能上来。三个中场是谁呢？雷内，还记着雷内吗？雷内踢着防守，右边支着郑智，左边支着黄博文啊。然后这个埃尔克森抱一边，说穆里奇呢？穆里奇已经走了。说孔卡呢？孔卡也没了啊。郜林抱一边，中间谁呢？意大利老乡吉拉蒂诺啊，这么玩的。这不吉拉蒂诺一来了之后，埃尔克森就只能给把中锋给让了。当时就鸣不平，里皮啊就这件事没整明白。里皮在恒大很辉煌，但是说句老实话，为什么说2014临了差点冠军都丢了，就是这意大利这二老来啊没起什么太大作用，是不是？为什么？儿子办的，经纪人办的。这东西就是人呢、啊、做事有的时候无欲则刚啊。就你看我做这个一直播，我当150天以前，当我开始播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想过多少人看，我觉得挺好玩，没事就是聊聊，有时候两万人三万人无所谓，我管他人多人少，反正那么回事，随便聊啊。即使我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宾馆里边，网络信号也不是很好，哎，那时候欧洲杯想聊会儿聊，哎，到饭面馆里边吃点饭随便聊。我当时可没想说哥们把他做火了，将来这哥们在这平台上我给他弄大了，完将来我把这些人都给他圈住了，完这些人用户完了之后给他定住，完了之后给他转移到哪个平台上，完后之后我卖东西，然后我收他们费，然后我他妈挣大钱。我没想那么多，真没想，就玩开心分享完了就这么着啊。现在我准备开始想开玩笑啊，怎么回事，这是再说啊。哎，行，好。你看我这就为了这聊天，虽然说也不是说很那什么的啊，哎，那么呢，还记一下啊，这个亚冠次回合最关键的进球，赵旭日中场断球，带球中路急进，穆里奇左路横向接应，把球在中场交给了穆里奇。穆里奇塞了一个身后，阿尔克森从右路斜刺里插上，抢在对方左后卫身前把球趟了进去，打仨人，就仨人，多一个没有，就这次进攻进球了，就仨人，多一个没有，就这边一断，赵一日嘎，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去啊！完了，穆里奇在那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快给我，快给我，把球给他。然后那个埃尔克森上去了，嘿嘿嘿，穆里奇，我插上，就是玩这个，唰，哎，就这仨人完。你说你整体战术没有？我们整体进攻别扯，我跟你讲，进攻啊，我为什么说我说进攻靠蒙？就进攻的套路我见过很多职业队啊，我见过啊，就是说是能够把平常训练的说进攻的套路在比赛当中都能打出来的很少很少，就只能是大差不差，右后卫拿球，右前卫回来接，把对方左后卫跟出来，前锋往那一插，你把这球把打到身后，也就打到这儿了。说最后再怎么发展，说倒三角、正三角、唐三角，那东西全是在比赛当中啊随机应变了。但什么能打出来呢？定位球，啊，定位球。绿城为什么降级？知道吗？知道绿城为什么降级吗？为什么？知道吗？绿城为什么降级？绿城不是说降级，不是因为没朋友，而是因为定位球不进球。一个赛季，角球、任意球不进球，这怎么弄啊，大哥？想当年马竞13场没有运动战进球，进球全靠定位球啊，大哥。好了，啊，今天呢就是基本上也就聊到这儿，好吧？挺好玩。郜林、张玉宁说，里皮眼中的张玉宁，我认为啊，待观察，我认为待观察。里皮在欧洲啊，经历的多了，人一问他，哎，李哥，哎，怎么着？听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年轻的队员19岁吗？啊，我知道，在什么什么联赛？荷甲？哦 ，shit， 费耶诺德吗？不是，哦，阿贾克斯吗？哦，不是，来埃因霍温吗？不是，那 OK， 那荷兰没有，除了这次没有别的队，荷甲没有别的队。哦 ，shit， 能打上比赛吗？荷兰杯打的谁呀？何以？何以在我眼里跟中超还有之间还差三个柬埔寨加一个联赛。shit， 啊实际上是这样，明白吗？就是张玉宁是中国球迷心目当中的希望，但是坦白讲，在里皮这老江湖眼里，说这待观察，明白吗？待观察。啊，孙可，你说里皮了解孙可吗？以前跟江苏干过啊。超霸杯还什么足协杯什么都干过，是吧？那应该对孙可有点印象。虽然说去了这个中甲了，但是呢，哎，一问说状态怎么样，还可以。哎，第一场打了哈，能跑是吧？而且人不错，肯干，拼是吧？里皮很强调精神的。你别说，有的记者说我懂路，
就会精神大法是吧，精神胜利法是吧，里皮也一样，一样的。真正牛逼的教练没有不动精神的，不动精神不行，明白，不给药不行，明白吗？说你就靠就是靠战术部署，完了早上去踢吧，这不行，你得你给刺激起来，明白吗？都得，你必须得刺激，没有刺激真的不行。这打仗啊，打仗之前干啥，为什么喝血酒啊？你妈你非得喝那鸡血吗？你是没吃过鸡肉，你还是没喝过鸡汤啊？不行，得喝了鸡血，把脖子掰过来，滴往那滴着血，往那嘎往那干。为什么？其实那就是一个仪式，就是玩精神。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往上冲。你要不喝这个，你最后你枪一响，直接就滋溜就钻战壕底下去了，装死了就，啊，等着补枪呢。你说这不行，你得嘎哥几个就得玩起来，必须青筋得暴露。喝了鸡血，明白吗？把那个酒啊，咔就喝完血酒，然后啪一弄，为什么得扎一个袋儿？明白吗？扎个袋儿，这个感觉就相当于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中国不有些球迷吗？就中国有些球迷啊，里面他助威的时候，他妈，你说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啊，反正就是必须得是。他必须得这样，你明白吗？其实你说你说你这样有他妈蛋用吗？不是，但是那玩的就是这个，玩这个相互一看，哎我去，你也带上了，我也带上了，对，热不热还行，反正一块玩呗。就只有这样，就觉得哎我这是件大事儿，明白吗？这是件大事儿，就是说对，哥几个在那往上冲了，你明白吗？你看那个打家劫舍的呀，抢银行的，什么什么坑蒙拐骗的，全都得蒙面嘛，弄围巾，哎，就得这样，你知道吗？他就玩那个，就必须得有精神，得有刺激。里皮上任的时候，人家就说了，必须得调动队员啊，什么集体主义精神呐、啊，什么一种无上的荣耀啊什么的，都是玩精神啊。张成栋有这精神，就别过就行。我看那天最后那个一轮也不跟谁，那俩大飞铲，我操，哥们儿，兄弟，这哥们儿反正是因为我曾经恶评过他啊，这哥们儿也在微博上据说也干过我啊，但我这个人就这样，无所谓啊。我说你呢，就是说这个可能当时，就说这个西甲的事儿，可能这个，哎，可能那可能是我用词可能有点，确实有点过啊。我说西甲看球哥什么，稍微有点过，调侃有点过啊。后来他反正不咸不淡在微博上干了啊，我也没再回应。但是后来踢得好的时候，我就踢得好，踢得有问题的就说有问题。那俩大飞铲在国际比赛直接红牌，兄弟还是得差不多得。当你身披五星红旗的时候，这事儿干的事儿你就得明白。我平常我也挺操蛋的，但是我穿着五星红旗的衣服，在站在西班牙、站在韩国的时候，我他妈是最好的自己，真的，我是最好的自己。为什么？我不能丢这人。虽然说这也没多少人知道，但是我知道，韩国人眼里我是中国人，我就干，就是永远要干最牛逼的事儿，而不是让人耻笑的事儿啊，让人戳后脊梁，那不行，明白吗？带着职业有中乙的礼仪啊，要说真想赢球，我会让他上。后来我说不上，我不愿意让别人说你们里边有一个职业球员，虽然说仅是中乙的，就是纯业余的打，打赢他，打服他，啊，为什么？那时候我想到了这消息，我要赢了，就无数人就贼着我。现在明白吗？就我不是我受迫害狂想症啊，确实太火了，有人就贼着我，找我漏洞了。都等着呢。那有一天我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比方说约粉丝啦、啊，或者是大保健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坑蒙拐骗偷啊，反正但凡有点这风吹草动，你看着吧，肯定这帮人要灭我。所以哥们儿现在每天活得特健康，特别健康，润麻不响，踏踏实实，该工作工作，该看孩子看孩子，该会朋友会朋友啊，完了该聊天聊天啊，外边一点什么的。陌生人加我，我都不接受。朋友介绍的，我都不搭理。啊，女孩冲我笑，我当没看见啊，妹妹不用冲我笑，笑与不笑，其实我对于你也就那么回事啊。我这人就是活到这儿说，他忽然间发现，反而是一个好事儿，他是一个自我的一种约束，明白吗？人呢，有时候都有动物的属性，人必须得有一个约束。
明白吗？为什么说警察在的时候你不太可能多干点坏事，是吧？你要是都自由市场，大家都开着嗨，那就完了。抽烟的、吐痰的、骂街的、踢着踏了板、拐上腰的，对不对？你要在五星级酒店里边，你会觉得，哎，先生你好，哎，这时候你会发现，我操，咱别那什么了，咱踏踏实实吧，咱呀，拉着门，反正，哎，小声小气说话，您看您这，我可以坐一下吗？就像平常，怎么样？把凳椅子拿来，我坐，是吧？那不一样，是吧？哎，我怎么说这儿了呢？啊，好，嗯。那么至于说蔡慧康也好，吴锡也好，这个姜志鹏也好，李昂、梅芳啊等等，这些呢，我觉得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反正介乎于这个替补啊，偶尔可能会有上场的机会，但基本上恒大班加上吴磊、郜林，恒大班加上吴磊、郜林，这是比较靠谱的。剩下的你要说，可能有个于海啊，或者是。赵明剑啊，或者是大差不差，也就这样。郝俊敏也就这样。关键时刻看曹云定啊，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或者说一比领先要偷他们的时候，哎，把曹云定放上去啊，一个大脚开上去，一内切打一世界波蒙上了，打内柱内侧把弹进去了，加上吴磊，曹云定助攻吴磊，俩人相逢一线一笑泯恩仇啊，直接倒在地上滚草坪，是吧？滚床单。那就中国足球因此就一块和谐了。范志毅跟郝伟东当年不就这么滚在一起了吗？对吧？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事儿是一个进球不能解决的，对吧？你一助攻，他一进球，完事儿往里边一抱，对吧？心与心的距离和谐完事儿，有什么大不了？又不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对不对？所以我这眼里没有敌人，对吧？只有别人把我当敌人，我没有敌人，我活我自己的，跟我自己有关系，跟别人都没关系。我的痛苦与欢乐。Nothing to do with you， 对吧？至于说你的欢乐跟我有关系，那是您的事儿，对吧？我也挺开心，但是也不影响我，对吧？也不影响我。所以里皮的这个名单，最终我觉得第一拨乱反正，我认为是拨乱反正，啊，前任的有一些队员，按说呢本身就有争议，这种争议并不是说你看他顺眼，我看他不顺眼的事儿，而是说是反科学、反规律，啊，不是是。咱不能这么说，那有点太狠了，就是违背足球运动规律，违背足球运动规律，我只能这么讲，对吧？违背足球运动规律，是吧？那么现在里皮来了，更相对来讲职业一点，职业一点。当然，李铁这个也功不可没，这铁皮组合，李铁真挺牛逼的，要我觉得啊，痛骂国足领队。当时我还发了一微博，我说李铁啊，十年以内无缘国字号，但没想到天变天了。明白吗？变天了！中国足球现在老大姓李，不姓蔡，明白吗？国家队这个层面上的老大姓李，不姓蔡了，已经明白吗？蔡已经不姓蔡了，蔡局已经不咳嗽了，明白吗？蔡局说保障啊，从管理转向服务，明白吗？服务啊 ，service， 明白吗？原来是 manager， 是吧？这完全不一样。老大姓李，李皮的李。完事儿就说锅哪儿去了呢？原来的领队锅哪儿去了呢？锅在墙角，背着锅在那儿站着呢，明白吗？李铁从旁边走过，带出一阵风来，锅只能在后面闻着铁哥的味。嗯，这样啊，变天了，变天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知道吗？变天了啊，这就是圈子文化。世界上两个国家玩圈子文化玩的最溜的，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意大利啊。这也没办法，因为什么？时间紧，任务急，所以你要这么一看，我倒觉得里皮什么的确实是想创造奇迹，这场球务求一胜，然后接下来一马平川四连胜，唉，有可能啊，就这锤子一扔出去，咣当掉地下了，就完了，就完了，昆明一输完了，乌安完，里皮的存在也就若有若无了。
没什么存在的，大家也不怎么关心了，就有比赛看看嘛，完事就完了。只有这场球赢了，这把这股气儿能顶上来，明白吗？然后冬天大炼钢铁，全民皆兵，康康的练啊，哎，是后边一举突击，这事儿也可长春亚泰四连胜了。中国队说学习长春亚泰精神，四连胜。亚泰说你别学我，你他妈学西汉姆，西汉姆那年保级，最后也是四连胜，啊，最后九轮赢了七场，神奇保级。最后一场赢的谁你知道吗？老特拉福德赢的曼联。所以我劝啊，这重庆的球迷啊，真的，你跟这个重庆力帆是不是有恩情？是不是还想过下去吧？我问你是过还是不过？啊，很多夫妻吵架还是男女朋友吵架，其实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想过下去还是不想过？不想过，去你妈吵！你直接跟他告去，骂他们啊！什么王栋也好，什么刘宇也好，什么什么这那的，骂他们。对，你天天围着去骂。你说我不，我这还有一点恩情，还想过，也不是说他妈过不下去，也没什么他妈大不了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呀？那就别闹了，真的，大哥，别闹了。要都是像这样说，眼里都不揉沙子啊，那他妈当年的曼联已经，曼联球迷早把曼联俱乐部给点了。西汉姆最后赢曼联才保级，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0-1输了，就是这样。那你说，那你这三观正不正？大哥，不是我三观正不正，我希望这个世界是永远都是公正和公平的，我希望每场比赛全情投入的。但是恰恰因为我了解了这个东西的存在，我才说水至清则无鱼，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这个并不代表说这项运动就完了，也并不代表这个俱乐部就是肮脏的，也不代表这些队员就是永远的这种见不得人的，不代表。你说我看着一帮人他去骂俱乐部骂队员，兄弟们，我就问你还想不想过？你说从此我重庆力帆球我不看了，你们赶紧给我滚蛋，别再加力重庆两个字。你要是这么想的可以去骂，接着骂。你要说未来明年中超一回来又得逼方，就算了，大哥，真的别闹了，行吗？啊，好。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是分析了一些名单啊，总的来讲呢，里皮面对这样的比赛，几个原则：第一，恒大班为主啊，这基本上是一个定调。那么呢，辅以像数据王啊，吴磊和这个郜林啊，就基本上就大差不差八九个人了，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像有一些有特点或者是他所能够利用的队员啊，最终呢，再选出个四五个，组成一个大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阵容，是吧？这就是上去就跟卡塔尔拼了。记住这场比赛，卡塔尔人对于胜利的渴望一点不比中国差。为什么？他要踩着中国这个尸体，他也要活啊，他也要活。卡塔尔现在这积分，作为这个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国，他也接受不了。所以你甭管说是不是卡塔尔来这得防守啊，那个因为中国那个卡塔尔这，哎，他得含糊，没什么含糊，在卡塔尔眼里，中国就小组最弱的队。所以卡塔尔在昆明，这卡塔尔那雇佣军，那帮他也是属于脑子，你要他脑子不热，能当雇佣军去吗？你想想。所以呢，里皮啊，要是真是说运筹帷幄，可攻可守可反击，明白吗？可攻可守可反击，求稳就别血雨腥风。可能刚这什么玩意儿给我的这个，还弄一个洋气的，哎，可攻可守。所以呢，这场比赛在某种程度上对里皮他的整体的这个未来的这种执教的思路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还是想强调那一点，里皮肯定能够知道一点，这一点是一般人有时候他会忽略的，就是国足不是广州恒大。里皮知道国足不是广州恒大，广州恒大在中超是 number one， 逮谁可以压着谁，无所谓，丢一个还能扳回来。
国足在十二强赛不是广州恒大，甚至都不是广州富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是争取稳住防守，偷能偷一个就是这一点，我相信里皮能认识到。如果这一点都认识不到，大哥，西北军发电报，我军完蛋操。下车吧。今儿聊多长时间？哇，快俩小时。是北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追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你回家了，我在等你呢。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追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我知道那个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追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所以你好，再见。所以你好。还得练，还是不收。